接下来要欢迎到的这一位呢，是以《少年阿瑶》入围迷你剧集电视电影最具潜力新人奖的陈从恩。还有，先来问两位靓丽的女生，因为今年很多入围作品都是同性 CP， 那你们这一对同性 CP 在剧中是怎么样的爱恋关系？介绍一下。我们两个就是一个想要尝试跟男生发生关系的女同志，然后我们三个人就在台北就是奔跑，还有就是展现出年轻人的生存样态吧，是吧，导演？是。接着走上星光大道的是以《台北过手无名无日》入围迷你剧集电视电影女主角奖的王玉轩和女配角奖的李雪，以及剧组团队。剧中情欲流动的气氛掌握相当优秀，也让他们一举入围电视电影奖、迷你剧集电视电影导演奖以及摄影奖。而王玉轩曾以《该死的阿修罗》获得第58届金马奖和第24届台北电影奖最佳女配角，李雪也是去年金钟女主的提名者哦，祝福他们。接下来要欢迎到的这一位呢，是以《少年阿瑶》入围迷你剧集电视电影最具潜力新人奖的陈从恩，还有我欢迎《台北过手无名无日》，来请李轩、李雪还有导演，欢迎。哇，先来问两位靓丽的女生，因为今年很多入围作品都是同性 CP， 那你们这一对同性 CP 在剧中是怎么样的爱恋关系？介绍一下。是呢。介绍一下导演。介绍一下。对，先请你们两位角色来讲。你们一收一放嘛，导演有别的任务，对不对？我们两个就是一个想要尝试跟男生发生关系的女同志，然后我们三个人就在台北就是奔跑，还有就是展现出年轻人的生存样态吧，是吧，导演？是。哇，真的很期待，而且我看了片之后我觉得很棒，而且听说之后还有推出长片的计划，对不对？哇，期待你们有更好的演出哦，导演，什么时候可以看到？希望很快。希望很快，是不是？好，恭喜你们，请入座。来，请入座，谢谢。请入座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